没你看一下。哎，小弟，你这些菜怎么卖啊？哦，这些都是我自己家种的，不贵，4块钱一斤。4块钱一斤啊？这些是多少钱啊？哦，这个，这个是称好的，您给10块钱就都拿走吧。10块钱啊？哎，那好吧。我不要这些了。哎，好。找您去，正好90。刚好，没找错，我先走了。好。哎，美女。不是，他对你也是那么。哎，来了，老公。啊？哎，你这喝什么呀？我告诉你啊，啊，刚才我买菜啊，那个小朋友不会算数，10块钱的菜，我给他100块钱，他找了我95块钱呢，你说他是不是傻啊？子珊。连小孩子的便宜你都占了，是他自己算错的，关我什么事啊？哎，你这样做不对，你呀，赶紧把钱给人家送回去，人家种菜也不容易的。我不，5块钱可以吃一个冰淇淋呢。这是人品的问题，知道吗？哎，那。你菜呢？哎呀，我忘记拿了。走吧，我们拿菜还钱啊！人在做，天在看，这种小便宜我们不能贪，行吧？好吧，我知道了。好，走吧。漆黑男女用心创作快乐，大家好，我是六六，喜欢我们就关注7点半，每天与你不见不散。